好，我们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各位法师各位，大家阿弥陀佛啊！好，我们看课本20页啊，讲到对治西谈啊。那么前面说到啊，佛说法，佛是大医王啊，佛说法就好像医治众生的病，对症下药。啊，那看是什么病啊，就给什么药啊。那么，所以佛说一切法，为治一切病啊。所以佛法中治心病啊，其实就是烦恼啊。心病最重要的就是烦恼。那烦恼最主要就是两种烦恼啊：见烦恼、爱烦恼，或叫做见惑、思惑啊。观念上的错误啊，那么行为上的啊，就情感上的啊，那么偏差。那这里啊，举出五大类啊，那么一类是比较常见的啊，那么不净观、慈心观跟因缘观啊，这个《大智度论》59卷59，那么提出对治烦恼的这种观法，也是讲这三种啊，就是不净观、慈心观、因缘观。好，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。啊，五停心观，啊，那五停心观的念佛观啊，这里啊没有说到啊。那这里除了这三种之外，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无常观跟苦无我观，啊，那么如果苦跟无我啊，那么分别说，那么基本上就是6种啊。如果再把空加上去，就7种啊，那就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啊，就4种。那这里只讲无常、苦、无我等。啊，那么就这里3种，那前面3种，啊，好，那基本上这是6种，然后这个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苦跟无我啊是一类啊，都放在一起啊，就没有讲啊，就没有细说的了啊。那么跟无常一样啊，所以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啊，这里基本上啊就是4大类啊，对治不净、因缘跟无常、苦、无我啊，基本上是4大类。好，那因为前面4个有细说，那后面苦跟无我没有啊，所以印顺导师把它分成啊，这个讲义啊，这个讲义里面分成5大类。好，那我们慢慢先来看啊，讲到这个对治法，讲到这个对治法，我们先来看这个啊，就是对治西谈啊。我们说西谈是佛说法的宗旨意趣啊，就是佛为什么要这么说啊？那说这一些是为什么啊？那么通常来讲啊，通常来讲，那么这里啊，我们刚才讲啊，它分成啊，它分成其实就是4种啊，无常、苦、无我啊，那么基本上是1种啊。好，那关于这3种啊，主要是这三种，那么有所谓的啊，1、2、3、4、5种啊，那么基本上是这4种。二甘露门、3度门、4护卫禅跟5停心观，啊，那么我们学习到的佛法基本上啊，主要是这4种。那这个是啊，这个《清净道论》啊，那么就是南传里面啊，主要讲的4会务禅、4护卫禅的 啊。那有些像如果是讲4饭住的话，那又是另外一种慈悲喜舍啊，那是另外的。那这个是4护卫禅啊，二甘露门、3度门啊，那5停心。好。那么部派里面啊，那么所谓的二甘露门啊，就是以这2种啊为主啊，那么号称二甘露门，就是常修的啦。因为他们把佛法常修的重点或佛常讲的，把它归纳起来。我们知道佛灭后，佛弟子整理佛所说的啊，那么解释佛所说的，整理归纳，然后解释演绎
佛所说的法。那么这些归纳里面，比如说佛教的禅修，它教很多种啊，比如说南传就等到四十页处啊，就是禅法里面啊，然后大圣里面啊，强调百八三昧啊，反正就非常多了，其实是非常多的。那么这个这么多的禅法里面，其实有很多是承袭，有一些沙门婆罗门原来修的啊，就是这个就是佛法里面有一部分，其实是印度文化里面的一部分，就是说当时那些沙门婆罗门其实。因为戒跟定都是共世间的，戒跟定都是共世间的。那么承袭当时所修的一些东西，那有一些可能啊，我们现在不晓得那哪一部分是佛，只有佛特别说的，过去没有说到，也许是像因缘观这一种啊，因为过去没有讲这种缘起的东西嘛啊，那么所以那这一部分应该是只有佛说啊，其他外道没有。那有一些像禅修，它共世间的啊，所以佛弟子归纳。整理，那么解释佛所说的这些，比如说我们说三十七道品，三十七道品是佛弟子归纳，就是整理佛说的之后归纳佛说这些法里面有哪几类是比较常见的，或是比较重要的，啊，就所以把它挑出七大类，然后就变成三十七道品啊，四念处是正觉，是如意足，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。那如果我们看阿含经的话，实际上。佛教的修行次第啊，就是修行的次第，比如说四念处啊，那观身受心法啊，是正勤啊，是如意足啊，欲勤心观啊，那么这个七觉之八正道啊，这一些它都是一个完整的次第，它有很多修行的次第啊。那么各个部派认为这一类比较重要的啊，或是这一些比较重要的，他就把它归纳起来。形成一个所谓啊，就比较专有名词，特有的，比如说这里叫做二甘露门、三度门、四护卫禅、五停心啊，比如说类似像这样，啊，好，那我们来看啊，这个其实就是部派归纳起来的。那么不净观，你会发现到不净观基本上是在当时部派里面是非常常见的，不管你怎么归纳，不净观都会在里面，啊，不管你怎么归纳啊，就是说。当然，可能还有其他的啊，但是不净观基本上是非常常见的，但是不净观引发的过患也比较大，就是你修得好还不一定好，那你修不好，那就不用讲了啊，就是说啊，比如说像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不净啊，就是说我们先讲这个概念，就是说它有一些它只是对治啊，它只是药，但是你药。你如果你不会修，或是你观念错了，这个药就成为病。那大这个部派里面不净观修一修成为过患啊，这个是阿含经里面就有讲的。那大圣里面就是修空观，大圣里面就是修空观，那么反而会落入容易堕入断灭啊，或是我们叫做方广道人啊，就是认为啊没有业没有报了啊，就开始就是说。大圣里面的空观啊，这里是无常苦无我啊，那无常苦空无我。那么这个空反而，如果你不会修，那这个空反而会变成变啊。那类似像这样了啊，就是声闻里面的不净观啊，那么大圣里面的空观，它有可能就是本来是药，但是没办法消化，或是吃，那反而药就成为病啊，就比较有这种事了。那我们先来看啊，这二甘露门啊，就是不净观跟不净观几乎都是有的啊。那量来这里就是慈禧观啊，那像这里四会场里面就没有属习，这个我们都叫做属习，其实是慈禧啊。慈禧就是一开始是知道啊，习出习入的啊，就是出入习，那一般都没有翻译叫做安那波那啊，就出入习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慈禧观啊。那后来就变成数习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数到七或十到十，啊，初习、入习。好，那你会发现到不净观几乎都是有。好，那再来就是啊，所谓的慈禧观啊，我们叫做安那波那，啊，一般没有翻就叫安那波那。那么慈禧这个习是初入习，初习、入习。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三度门。三度门就是不净观、慈禧观，就是二甘露门再加上个戒分别。啊，戒分别我们现在比较少看到啊，它通常就是四戒分别。
地水火风啊，观这个身体的地水火风啊，世界分别。那么界有很多种嘛，啊，一般我们讲的三界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个是对这个众生的归类。那对身体的是四界、六界，啊，那么十八界啊，通常是这样。那华严经的这种界又不一样。好，那基本上这个是指四界啊，地水火风啊，四界分别，这界分别观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所谓的三度门。啊，那这个四护位禅啊，不净观、慈禧观啊，它加一个佛随念跟死随念啊，这两个啊，那么它没有把属习观啊列进来了啊。这个护位是护位禅修者的意思啊。那为什么要加深这个呢？啊，就等一下后面会讲啊，就信心退落的时候啊，那么你就修佛随念啊，就让你可以继续修。那么你对修行已经感到厌烦的时候啊，你就修死随念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护卫你的禅修，让你不会中断，不会退转，那么基本上是这样的啊。那么这个是对治烦恼的，这个是对治你的信心的啊，对你的心的，对治你的这种对禅修的这种对修行的这种信心啊。好，那么五停心啊，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说的啊。然后因为到中国的五停心基本上是加一个念佛观啊，加一个念佛观。这等一下我们再来讲。先来讲啊，原来的五停心啊，那么不净观、属习观啊、慈心观啊，那你会看到啊，这三个综合了，不净观、慈习观，然后这里没有慈心观啊，这里没有属习观啊，那么慈心观啊、慈习观、慈心观，这个是我们说部派归纳的啊，归纳的，然后界分别啊，然后因缘观啊，因缘观。好，那么这五个啊，是所谓的五停心。那我们来如果看这个啊，如果依大智度论的对治西坛来说啊，那么不净观、慈心观、因缘观啊，不净观、慈心观啊、因缘观啊，这三个啊。那么因为大智度论是龙树时代，龙树之前的叫初期大圣，大圣佛法啊，所以它变成是初期大圣的一个结集的啊。那么在那个时代，部派也是兴盛的，部派也是兴盛的啊。所以龙树里面也讲到很多有关声闻部派的一些观念啊。那我们发现到它就是列这五种，龙树列大概就基本上列四种了啊：不见、慈心、因缘啊、无常、苦无我。那么无常想，在阿含里面，其实无常想是断我慢的。啊，断我慢的啊，那么后来啊，就用这个界分别啊，界分别其实也是观这个身体四大啊。那么因为你会执着这个身心嘛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啊，大概就是有这所谓的二甘露、三度门、四护卫、五停心。那五停心啊，佛陀这个鸠摩罗什，后来依佛陀密多的五门禅法啊，就讲五门禅法的。然后就在他的翻译里面、著作里面，那么以念佛观，后来我们都变成啊，念佛对治什么啊？多等分，就是念佛可以对治贪啊、嗔啊啊。就是说一般来讲，这个叫做对治西坛，就是佛说这些法，其实是要对治我们的病、心病啊。这里前面有讲，对治心病也是这样啊。那么后来戒分别比较没有修啊。那么就以念佛观取代戒分别观，那么念佛观对治贪嗔痴跟善乱，啊，就是叫做多等分了 啊。那么比如说啊，对治不净观就对治贪，慈心观就对治嗔啊，那么慈习观就对治善乱，戒分别对治我慢，因缘观对治愚痴，基本上就是贪嗔痴了，啊，基本上就是贪嗔痴，啊，那。念佛的话啊，念佛的话啊，对治啊贪嗔痴啊，然后散乱啊，基本上就对治多等分啊。那当然念佛也可以对治信心退落。那当然，那你要，那如果我再跟你讲啊，你念佛，那么死后可以升到极乐世界啊，那么你可以再对治修行厌烦。就变成，其实它是一种很好的对治法啊，很好的对治法。好，那么这个，所以后来，那因为不净观啊，我们这个
后面可以还会再说到啊，就是不见观修，有时候修成就了，厌烦自己的身体，贪心不起了，起嗔恨心了、啊。贪心不起了，起嗔恨心了、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就要再转修，转修慈心观。所以在《华严经》里面啊，他有修到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再来抄啊，就是《华严经》里面修到啊，那么你贪心多的人啊，要修慈心观。那个是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说你因为你修不净观，修到啊修不成就了啊，或是修成就了，然后引发嗔心的烦恼了，好，这个时候你就要又要修，就是说你不只是修，你修不净观不只是对治贪欲，因为我们也有嗔心啊。那么你的贪欲想调伏了，嗔心却起来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再修慈心观。啊，类似像就是承认自己，承认别人，啊，他会有这种现象。好，那么后来啊，多等分啊，这个就是多等分啊。如果这个在修往生净土的话啊，后来佛随念跟现在我们持名念佛不完全一样哦，不完全一样啊。那但是念佛后来又变成所谓的净观，这个后面啊，我们在讲到这个时候再来讲啊，因为观什么？观佛啊。啊，观佛的清净跟佛土的清净，佛跟佛国土，依正庄严，啊，依正庄严，啊，就讲这个，那变成啊，就是说在部派的时代，后来有就是把不净观转为净观，那净观主要是观佛啊，观佛的32相80种好，或观佛的白毫相，那么在佛陀时代早期。啊，就是更早的时候的佛，基本是佛随念，佛随念是念佛的功德，啊，念佛的功德，啊，佛有什么功德，有什么殊胜，啊，那么基本上像南传的话，啊，那主要就是啊，佛的十号代表佛的10种功德，佛的十号啊，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主，啊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调御丈夫，天人师佛世尊，那后来的大圣不是用佛的十号，啊，而是用。佛的名号啊，比如说这个佛的名号就是每一尊佛的名号不一样啊，那就代表他的功德不一样啊，就有所谓的53佛、35佛、88佛啊，然后我们的88佛再加一个法界藏身阿弥陀佛，其实是89佛啊，然后后来就变成啊，后来又有3000佛、1000佛啊，就变成这个了啊，那其实还是原来佛的功德，只是把一尊佛分成3000尊、88尊，啊，那把十号散成每一尊佛的名号啊，就变成把一尊佛的10种功德。那佛不只是只有10种功德，但是太多了记不起来，所以就列10种比较主要的。那你去思维佛的功德，这个是佛随念，就念佛，这是最早的念佛，念佛的功德，啊，后来慢慢念佛的相好，啊，就从不净观产生净观了，尤其是某些部派或是大圣啊，基本上是这样啊啊，然后再加上他的国土啊，我们叫做依正庄严嘛，依就是他的相好啊，正就是他的那依报是他的这个国土啊，然后正报是他的什么啊？正报是他的这个相好啊，那依正庄严啊，所以你看那个《观无量寿经》。啊，然后观佛三昧，观无量寿经还是比较后面的，观佛三昧海经，啊，般若三昧经，哈，基本上都是这样啊。然后由观佛的，他是进入禅修的啊，叫做念佛三昧，然后慢慢变成啊，由念佛功德，念佛的功德变成念佛的相好，然后变成念佛的名号。那名号其实是收摄这一些相好，像这个功德的名号是。名以招德嘛，名号是摄受相好跟功德的，那 后来就变成念佛求往生，啊，反正就是这样啊，它是一个过程啊，就是慢慢演化的。好，那但是我们现在主要在讲对治七坛了哈，那念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治法啊，啊，你看它可以对治比较多的烦恼啊，好，甚至比较对治信心退惰。啊，会退转，我们会退转啊，那觉得自己啊，
觉得自己啊这个业障重啊，根气钝啊。后来讲如来藏也是这样，那你也不念其他的佛啊，你念自己本身就是佛啊。像密教也是这样，就他也是念佛，但已经不是念啊阿弥陀佛、药师佛，而是念自信清净啊，我自己就是佛啊，我自己本身就具有佛的功德。从念佛的功德，比如说释迦佛的功德啊，他念十方佛的功德，后来变成念自身就具有佛的功德啊，那其实他就是提升信心的嘛啊，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就是佛法的一个演变了、啊。好，那讲到这里啊，其实他基本上就是对治佛说的一切法啊，这个有我们后面讲到念佛的时候再来仔细讲这个啦啊，就是说它是怎么个变化。好，那基本上那像死随念的话，这个是讲到佛随念啊，这等一下我们会讲啊，就不用在这里讲。那这个死随念基本上就是它其实是四护位禅里面的啊，那特别像佛随念，基本上它是什么时候发生，就是说啊你会恐怖的时候啊，那有一些这个禅修者在森林里面是鬼神村啊啊，那么那些树都有鬼神，那你去住的话会干扰他们，所以他就会现种种的幻象、幻听啊，那么恐怖你啊，恐怖你，因为他觉得你干扰到他的生活。那么有人在那里，比如说，因为比丘都是树下坐嘛，如果到森林里面，森林里面是没有房子的，都要依着这棵树。那你去，你一群人或是几个人去依着这一棵树，本来依附在那一棵树。那个树是他的房子嘛，本来在依附在那棵树上的那些树神，其实就是鬼道众生啊，他不欢喜啊，不欢喜啊，因为他就是烦恼重，他才会堕三恶道的嘛，他不欢喜啊啊，那所以他就会想办法赶你走，啊，就会干扰你，那你就没办法禅修啊。这个时候啊，那么你就要修这个佛随念啊，或是修慈心观啊。那时候你一般佛弟子是。教你会害怕的时候，你就叫佛学念。那么你用慈心观来对治它啊，基本上是这样啊，啊，它就是变成有这样的现象。你会恐怖，你是要修佛学念，然后你不恐怖了，你用慈心观来对治这个，因为它起嗔恨心嘛啊，那么它就会那个就是佛陀说这个就是你的武器啊，所以就是你的方法了，那它就不会干扰你啊。好，那这些其实都是怎么样？当你有这种烦恼，或是你有这种修行的障碍的时候，那你要用什么方法？啊，佛法基本上就是你在你现实的身心中，啊，或是现象上，那么你要往前进，你没有力，你不知道方向。第一个，你不知道方向，不知道往哪里走，啊。第二个，你知道往哪里走，但是你走不动，啊，你没有力，那怎么样让你有力量？第三个。你也知道方向，你也往那个方向走，但是前面有障碍，你跨不过去，你要消除，怎么消除这个障碍？他基本上就是这样，佛法基本上其实他就是这样来教导我们。我们第一个要先确立目标，第二个要长养功德，有力量嘛，啊，那朝着目标前进。但是由于个人的福德因缘不一样。你可能会有障碍，啊，你自己的障碍，比如说你自己生病，啊，那么别人的障碍啊，别人不让你修行，啊，或是类似像这样的，那么你要怎么样克服你本身的障碍，具足你本有的力量啊，那么提升你的力量，发挥你的潜能，然后消除你的障碍，啊，那这个是在佛法上，啊，就是你会发现到佛法讲的都是这一些啊，啊，那当然要先目标要先。目标要先确立正确的目标，这个就是正见啊。正见没有确立，你非常有力量，你跑得越快，离得越远啊，啊，死得越快啊，啊，这个是不对的。好，那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对治西坛里面主要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讲的是啊，第一个先讲不净观啊。好，我们从这里讲好了，啊，不用插没关系。好，那不净观最主要的。不净观的修法最主要的其实是两种，啊啊，当然就是我们说观自己、观他人，观自身不净，观他身不净啊。通常是观自身，这个跟戒分别不一样啊。
那么这个主要是起厌，厌离心啊，起厌离心，厌恶心，要起厌恶心。我们说厌离心呢，不染着啊，叫起厌恶心啊。那么因为你太染着这个身体了，或是别人的身体，或是自己的身体，四念处里面，四念处里面其实是包括不净观跟实习观的啊。我们讲的四念处啊，你要我们再来说，先讲这个啊。那么它观自身，基本上就是所谓的三十二身分啊。到底身体分成几个部分啊？有三十一，有三十二，有三十五、三十六啊，就三十一到三十六之间呢 啊。分成三十一到三十六种不净啊，就是毛，从外面开始看，毛、皮、肉、骨，那么水啊，就是分地水火风啊。那么固体的部分，毛、皮、肉、骨啊，然后液体的部分，水、痰、涕、唾啊，然后另外啊，气体的部分啊，我们的这些呼吸啦，这些温度的部分啊，然后还有啊，这个内脏的部分，肝。心肝脾肺肾大肠小肠啊，然后比较啊大便小便啊，那小便也是液体的部分啊，反正就这一些了啊。那么观分成三十一种或三十二种，三十一种或三十六种，那一般我们都讲三十二了啊，三十二身分了啊。当然就是看看每一个人的列的不太一样，那你就是被啊毛身体是毛皮肉骨啊，就这样看这样看这样分了啊。然后观他身，这个是观自身是生命体。这个也分啊，这个还有分啊，就是观有生命的，有生命的个体，观没有生命的个体，没有生命的个体就是尸体啦，啊，这是观尸体，观无生命的个体。那么有生命的个体，有生命的个体又分自身跟他身，啊，那么先从自身开始观，先从自身啊，就是这些啊，或是你比较迷恋于他人啊，迷恋于自身的就观自身，迷恋于他的他人身体的就观别人的身体也是可以，那也是一样啊，也是毛肉皮骨这样啊。那么这个是从观有生命个体的有情讲，这个是观无生命，就是从尸体看，啊，这个更刺激一点点了啊，就是。久想或实想啊，观尸体。那这种现在不容易找到了，尤其像华人的话，他的尸体是不可以暴露的，你损害尸体是有罪的啊。那么就算你被车祸撞到或死到烂掉，他要死之前要入棺入殓之前都要把身体补好，专门修补身体的，把它补好的啊。那跟那个西藏和天葬不一样。啊，你再怎么好，都要一块一块拔起来，骨头还要敲碎啊。那么这个印度的不是，印度就是你包一包啊。印度的主要两种，比较有钱的人就火葬啊，烧掉。比较有钱的，一般的人穷，因为以前的木材要钱的，而且木材也不容易，把一个人烧掉的木材是要很多的啊。那所以通常都是这个移到那个森林里面，然后就放给他烂。他也不买也不挖啊，就放给他，因为挖起来不容易烂掉嘛。然后动物会来吃，然后身体会开始烂啊。那如果有比丘要修不净观的话，就到那个放尸体的地方。那么常常都有人死了就放到那边去，那你就开始在那边，有的人就长期住在那里啊，就常常有的观尸体啊，因为烂掉你要再重观没办法嘛，你可能还没修成嘛，所以有新的尸体来你就开始观，久想到实想啊，久想就是。先从那个膨胀想开始想，啊，实想是从膨胀想开始想，久想是从青衣想开始想，啊，就身体会变黑了啊，会发紫发黑，就是烂掉了嘛，皮肤没有在新陈代谢了。那到白骨观啊，久想是从青衣想到白骨想，啊，就变成白骨。那白骨本来也是变成净观了啊，就是它已经没有所谓的恶心的感觉了嘛，啊，那么从实想是从膨胀想啊，先开始膨胀。啊，那么到变成烂掉，烂到成白骨，那么这个啊是观实体，没有生命的个体，啊，或是观有生命的个体啊，那么这两种，那么有生命的个体里面有观自身跟观他身，
那无生命自己还没死啊，他怎么管？怎么管自身无生命的啊？没有啊，那个是所谓的不净观。那像死的话，啊，要就是要观自己死了，不是观别人死啊，观别人死变成诅咒了啊，就观自己死，说我一定会死，啊，对，那么就是你修行觉得不想修行了，啊，你就要知道，其实你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其实它就是类似像无常想。无常想死就是死随念，基本上跟无常想是类似的啊。就是说，你要知道我所有的人都会死，这是第一点。那么我一定会死，我在所有人当中嘛，我一定会死啊。时间到了我就死，不知道什么死不死，但是我是一定会死。所以你要在没死之前要赶快把握啊，把握啊。那么你再怎么样去求名求利啊，那么享福享乐。这些很快就没有了，啊，就像露珠再怎么闪耀，在露珠再怎么闪耀，太阳一来就出来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啊。那无常速对啊，就是说，一般讲无常速对，无常一来啊，你就，其实无常常常跟死连接在一起了。无常不一定是死，但死一定是因为无常。啊，经文里面常常讲无常速对，啊。就是无常一来啊，其实就是你的寿命，其实跟你过去生有关系的。那你的寿命一尽，那他你就要死了。那死了，你现在拥有的这些全部都要离散，都要离散，全部要离散啊。那这个其实是修死随念。那观不见观里面是看别人死，但是不是想到自己死，不是哦。他不跟死随念不一样哦，他是看着尸体，看别人死之后，然后。观他的身体，他主要在观这个身体，因为他是贪着这个身体，贪着这个身体，啊，然后你要观自己的身体，或是观别人的身体，那么就观成就了之后，那你会看到最后啊，他你就会看到啊，这个人以后死了，就是他身体现在是这样，但是他后来也会变那样。那观成就的时候，你会看到，有时候你会停在那个青淤相、膨胀相、溶烂相啊。骨肉分离相啊，就变成这样。那有些就是观到成就他看见一个人在走，其实他就我们说他就 H 光机嘛，眼睛就 H 光机，看到一根白骨在动而已。那么你看见一件白骨在动，你是对他不会有起任何贪恋心的，不会的啊。然后对自己也是这样。好，那这个是所谓的主要是不净观了哈，就两种啊，两种，一种就是观自身，观他身啊。那么其实就是从根本的两种观生命体跟无生命体，就是观有情的生命体，活着的人跟死着的人啊，死去的人，其实就简单讲白话讲，观死去的人跟观活着的人，活着的人观自己跟观别人啊，然后有31种，有32种，死去的人有9想或10想十想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好，那这个是所谓的不净观。那我们说四念处里面。四念处里面的观身，四念处里面有观身啊，啊，观身。那你看四念处把观身不净啊，那么你看这个如果再对照的话，四念处有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啊，那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啊，你看这个就变成四念处了啊，四念处。它是这个是别相观哦啊，四念处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啊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啊，就变成四念处了，啊，那四念处是我们说这个是佛弟子整理的，啊，归纳的，四念处是佛说的，啊，佛直接讲啊，我讲四念处，啊，那这些所谓的二甘露、二度、四护位。五停心啊，这种都是佛弟子整理的。好，那你换四念处里面的观身，它基本上包括它的观身。我们说四念处有总相观跟别相观哦，别相观就是我们习惯说的啊，观身就是观不净，这个是别相观。但是观身不只是不净，如果你看四念处的文，观身它有三种，主要有三种，一个是观身不净，第二个是观身的出入习。其实就是慈禧哦，所以在四念处里面，观身跟慈禧都是属于
属于观身的这四念处的观身这一部分哦，就是不净跟慈禧这两个都是四念处里面观身的部分哦，啊，一个是观身的不净啊，我们说那个是观自身的了啊，就是三十一、三十二身份的啊，这个只是不是观其他人的了啊，就是观自身的。那么观吃身的出入喜，这个都是观自己的、哦、出入喜啊，喜出喜入，喜长之喜长，喜短之喜短。第三个就是行住坐卧动静，观自身的动静。动静基本上就分成身心部分啊，那身的部分动跟静，动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行住坐卧与默动静，行住坐卧与默啊，就是讲话的时候不讲话的时候啊，我们把这个擦掉好了，好，写在这里啊，写在这里。比较清楚。啊，就是我们把这个佛法里面的所谓的不净观呢，啊，那么在各个经论里面的一些不一样，啊，它基本上四念处是这样。观身。受心法啊，那么观这个身基本上分动跟静，动就是行坐行卧啊，没有行，那么语，那么静住站着的时候，不动的时候，坐着的时候，坐着不动的时候，躺着不动的时候，那这个就是行住坐卧啊。然后讲话的时候不讲，讲话的时候是动，不讲话的时候是默。这个是身，这个是口啊。然后还有观心理的变化，心情的变化，烦恼没烦恼啊。那这一部分基本上啊，那最主要是观身啊。那么主要就是动跟静的时候，那其实就是。讲起来就是行住坐卧与默动静，它通常就是这样啊，叫做行住坐卧与默动静。那它都是禅法的里面，那其实就是观动跟静啊，啊，我们的身口观动跟静啊。那像禅法，它会教你出入喜啊，那么比较多的禅法就是教你观喜的出入。喜出喜入，啊，出入的中间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那另外一种就是，他教你走路的时候，你就关注这个脚，啊，在走，啊，然后就是你专注于当下的心啊。行的时候，你就注意这个行走脚走下去怎样啊，然后或是说你一起床的时候，你起床怎么起来啊，然后做些什么，哦，你都清清楚楚。那这个其实也是四念处里面的观身哦。我们一般会以为，啊，四念处就是观身不净，不是，观身里面包含啊，观身里面包含啊，这个是一个，这个一个不净观啊，它基本上包含三个，啊，包含三个了，一个不净观，一个慈禧观，另外一个就是这个，另外一个就是观身动静，观身的动静，那么都是观身哦，观身的。不净，观身的喜啊，喜出入喜啊，啊，叫做慈喜，就是出入喜，观身的出入喜，出喜跟入喜啊，那这个我们讲，如果讲气喜啊，观身的出入喜，然后观身的身口的动静啊，身的动静，那么这一部分基本上都是四念处的观身的部分哦。好，那。这样我们大概啊，那不净观其实是四念处里面观身的一种啊，属习观也是啊，这个是不净观。那对峙的其那当然啊，那么属习观对峙的跟不净观对峙的不一样。那不净观基本上是专重在不净这一部分。那我们说它主要是起所谓的厌恶心啊，起厌恶心，对于你所贪恋的这
这个境界起厌恶心，你就不再贪恋嘛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那如果是阿含经的话，它基本上叫做思维过患，啊，它是这样哦。为如果依阿含经啊，阿含经怎么对治贪呢？啊，像阿含经，杂含里面啊啊，其实就是佛教的啦。它基本上是这样，啊，这三个层次，为就是你起贪嘛，贪恋。那你思维它的过患啊，那不净只是过患中的一种而已啊，是这样哦啊。他说，然后你就远离，你能够远离思维过患而能远离出离，你就不再出离，就是你不再贪了，不再贪畏贪啊，不再贪畏，不再贪恋啊，就出离，就离这种贪了啊，就能够离贪啊。那你贪非常严重的话，通常就是思维过患。所以不见基本上是这个看到啊，是身体的这种过患啊，那所以这个阿含经里面除了讲为患你这个修行次第之外，他叫你观什么如病如痈如刺啊，患如病啊，如痈啊，如病如痈如刺如杀啊，那么他基本上啊。那么是也是一样啊，观这个过患啊。我们说这阿含经佛陀教的了，那这个也都是佛陀教，四念处是佛陀教的。好，那这个是从这个对治希坦来讲啊，就对治烦恼。好，那再接下来我们看啊，好，我们先看这个偈文啊，就大概知道啊，先来看这个文。他说：于贪欲病中名为善对治法。于嗔恚病中不名为善，就是说佛说这个法啊，那么主要是要对治烦恼的啊。那么所以者观身过失啊，所以像为患理嘛，人家跟他过失啊，他的过患了 啊。那么名不净观啊，那么若嗔恚人观过失者，则增益嗔恚。那么有一些人他本身烦恼就重，烦恼就重的人，他贪心也重，嗔心也重。假设有这种人，贪心也重，嗔心也重。那么贪心重跟嗔心重的时候，他用不净观来对治这个贪，是调伏了没有做，但是会增长他的嗔心，啊，会增长他的嗔心。那么开始会嗔恨自己。所以佛弟子当时很多修不净观的人，修到最后都自杀。那自己佛陀规定自己不能杀自己，所以就叫别人帮助他加工自杀。啊，所以后来佛陀也规定，也不可以帮助别人自杀啊。那么，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啊，因为啊，他这个人，因为我们修什么对治法，就像我们吃什么药，那你身体虚不受补，你越补，你泄得越快，那你更虚啊。就有一些人是这样，或者火会上来，那火气大的人一补，那火气上来，所以你不能热补，你要凉补或温补。啊，那这个就是一样，我们的心也是这样，啊，那么有一些心，等一下我们会讲啊，比如说像慈心观也一样啊，等一下来讲慈心观，现在先讲不净观啊，就是你本身脾气不好的人，你本身脾气不好的人，啊，就是嗔心比较强，很多事情不顺你的意或是不好了，你就那种憎恨非常重的，那你也很贪，贪跟嗔都重。那么这如果你来修不净观，贪是调伏了，但嗔恚增长，嗔恚增长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你又要修慈心观啊，所以这个他这里讲啊，就是善对治。那么如果你嗔病不名为善啊，就是你修这个法，主要是要对治贪的啊。那么所以者何？观身过失名不净观，若嗔恚人观过失者啊。那么则增益嗔恚火。那你一开始如果你要对治嗔恚的话，你就不能修不净观啊，你就不能修不净观。那么但是你发现到你本来是要对治贪的，就像你吃药一样嘛，你本来是要治这种病的啊，比如说你要治骨头的病，但是你胃不好，那你治骨头的病，你容易伤胃，哈哈，比如说你容易伤胃，那你骨头的病不痛了，可是你的胃变不好了啊，就会变成这样。
所以这个时候你又要来治这个胃，或是你在治骨头的病的这个当下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加一些胃药的，啊，就类似像这样啊，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啊。那这一部分啊，这一部分在《华严经》里面啊，他就有这么说啊，就是对治法里面。所以我们看的时候会觉得，哎，怎么会这么讲啊？你看哦，他说《华严经》卷四十七啊，我们会以为他是不是写错了，或是翻译错了啊？华严经卷四十七，他说：“着我见者，教不见观。”你看哦，他讲的不一样哦。啊，这个祖师大德解释说，他这个是转字啊，“着我见者，修不见观，教不见观，教他不见观。”贪欲多者教慈心观，那你看完全不一样啊！贪欲多怎么可以教慈心观呢？那不是更贪吗？啊，贪欲多者教慈心观，不是要修不是啊？贪欲多者教慈心观，不是要教不净观吗？嗔恚者多者教缘起观啊。你看他这个讲的是另外一种，这个不是第一个对字哦，这个应该算是第二对字，叫做转字，就是你修了这个不能成就，一般你不进观就是贪欲多的，本来就是对治贪的啊，那么慈心观就是对治嗔的啊，那么但是啊，因为你不修这个贪修不净观的时候，你不能成就啊。那么嗔修慈心观的时候，你不能成就啊。所以就变成要教什么啊？就贪欲多者要教，就是啊，应该是这样啊，讲错了啊。就是贪本来是要修，贪本来是要教不净观的啊。那么嗔本来是要修慈心观的啊。那么他有这么说了啊，但是也有可能，比如说啊，那你也有可能说教不净观于贪欲多者。但是他这里文是这样哈，好，他说这个嗔恚多者教缘起观啊，当然这个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法了哈，不过啊，他也有可能是在这个意思啊，教缘起观，愚痴多者啊，那么教方便痴啊，主要是这几种啊，贪嗔痴的对治贪嗔痴好。那讲到这个不净观，就是说在第一个我们会发现到啊，在所有的部派里面整理出佛的修法里面，它是很常修的，但是这个也是我们现代的人最不常修的，就是不净观几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最不常修的啊，所以我们会比较陌生。那泰国的话，其实泰国还蛮重不净观的，缅甸的禅修基本上比较重慈心观跟属习观，就慈习观了，啊，就是慈心观跟这个慈习观，啊，那泰国当然慈习观跟不净观啊比较重视了，那么也有些修戒分别观啊，通常是这样。那我们这里基本上不太观啊，我们如果有观的话，就是念佛观，而且持名念佛，我们不太观啊。那我们的慈心观基本上我们也没有。现在开始有很多南传的过来教慈心观，啊，等一下我们再来讲慈心观啊。那么，但是这个我们的慈心观基本上被这个谁取代啊？被念观音菩萨念啊，就是我们说的观音法门。观音法门其实是慈心观的一种代表啊。那它我们变成念大悲咒啊，跟观音菩萨的名号啊，观音菩萨的名号。啊，那名号它的功德就是什么？慈悲，基本上观音菩萨是慈悲的代表了，其实它是慈悲的代表，啊，就是让一切，因为慈心它最重要就是让一切人没痛苦，让一切人身心都没有苦恼，啊，其实它重点是这里，所以大圣基本上用观音菩萨的名号来代表慈心观，然后你学习观音菩萨。那么实际上去让一切人
遇到痛苦的一切人都可以没有痛苦啊。那后来有了大悲咒啊，但大悲咒是起大悲心的。那我们变成大悲咒也不起大悲心，念观音菩萨也不是要去消除别人的痛苦，念观音菩萨是要观音菩萨消除我们的痛苦，念大悲咒是要让我们啊求男得男，求女得女，还是要消除我们的痛苦啊。当然慈心观也有消除自己的痛苦，但是它重点不在消除自己的痛苦，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啊。这因为时间到啊，就我们就先下课啊。